从二月开始，我就打算每个月的十八号都会办一个活动，叫做市场日。为什么？因为十八是一季哈季，日文是一季哈季，然后日文的市场是一季把，一季把，那个谐音。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打算每个月只要逢十八号，我都要办个活动，来回馈这边客人也好，然后说看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了、啊。还有跟美国阿洛离乡背景。最后又回到大沟顶，这真的都像开了家冲绳酒厂。这个是十年，他把日本的市场日概念全盘移植过来，邀请三线老师来这里表演，尝试把异国文化结合自己生长的在地，变成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于是他巧妙地把热爱的冲绳跟眷恋的高雄，从今而后紧密连接在一起。我的名字叫 Ken Yu 啊，那。在冲绳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冲绳的音乐呢是大家要开心，然后啊不要有任何的拘束哦，很福利的。正式来喽。伊瓦达西马乌达三星力吉拉吉莫拉卡杜鲁卡那伊呀萨萨，伊呀萨萨，阿希里希里希里。ウナイの村マティン近かするチムエシアビトウシカカチヤマニカフチョラヤイワタシマウタエシティキラチモランガトルカナイヤサンサン